罗岗艺术村今年增加一间由四位捏影家做伙组成的工作室，内底有真侪精彩捏影相片，包括真侪罗岗的人物、传统甲景色，而且会无定期的更新。对甲伊捏影的朋友，将会是一个真好的交流所在。工作室内是放了真侪精彩相片。这间工作室是由四位捏影家共同组成，每一位捏影家拢有各自的风格，呈现出真侪无同的特色。加上书法、插花等等艺术搭配，提供予观赏者更加侪视觉享受。阮这吼是有四个人吼联合起来爱摄影艺术的，啊，大部分拢伫即个古老的洛江的文化。啊，阮迄个是一个四人联展，叫走街串巷看热闹。啊，普通阮拢布置一下，也跟书法结合，啊，跟插花艺术结合，予伊较多种的呈现，安尼。啊，阮就伫逐月里间换作品，啊，甲迄个鹿港摄影、生活摄影也息息相关。以后还会邀请他们来展览。然后有机会就是买这几个摄影讲座啊教学，诶，就是讲摄影文化这边的传承。龚先生指出，工作室来说展示的作品相当多元，而且卖定期进行更新，欢迎介意恋爱的朋友做伙来欣赏交流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